前面介绍了一些国语歌曲啊，这、哦、这是都是基本功啊。今年呢，今年不，这不是今年的、啊，今天我们会带来我们的母语的创作歌，那还会带来接下来唱的这首台语歌。想不到吧，我们会写台语歌哈、哦。那个都是请朋友帮忙的，因为我本身不会讲台语，只会讲那个三个字的，大家都会讲一个台语，就是一个字跟三个字的嘛。还有五个字的，五个字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好，这首歌呢，我以前有在教那个技能训练所的一群学生学员，啊，他们都是赤龙赤凤的学员，然后每次教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们每次都唱到流眼泪，我以为他们是很感动了，结果。后来我问了一个学生，一个学员说没有啦，老师没有开冷气，太热，而且又有点高，这首歌的 key。因为我的贝斯手阿姆也是抓这个 key 啊。这首歌叫做《由你来作伴》。
爱最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你拢少虾啊？感恩啊。